左边34点颈线也是应该防秋，中帅往上买的流出来的，右边沧州也是中帅往上，现在32点，两条应该是防秋，我去都有一赛被人家踢出来的。大家仔细看啊，都是圆头，都是大头娃娃啊。现在落草，沧州没有羊。草好像不行，起闸吧。34对32点应该算正吧。同样的小圆头啊，同样的大头娃娃。这种只能自己家里炒炒玩玩，一条还沧州那条还贵一点，上当受骗，跑到人家养白虫的，来一看，他老婆一看白虫，颈线呢死不承认，知足常乐的，来了。都不收口的，都推的，自然风。颈线的颜色淡一点，沧州的颜色深一点，都是白虫，都是这种交口方式。沧州这条赢了颈线，颈线这条是红色的，沧州这条蹄子比较颜色比较好一点，青蛐蛐，正四路，访秋青虫，白牙青啊，已经打得翘起来了。还是有牙，来继续，来继续，假牙。